以下节目是由汉普生命科技公司特约播映。观众朋友，在这一节的商界纵横，我们将为大家介绍 New Leaf 高档 CBD 汉麻油。那请到的嘉宾呢是汉普生命科技公司总经理 Nina Wan。哎 ，Nina 你好。你好 ，Nina 你好。真的很久没见了，感谢您特从这个洛杉矶过来哈。谢谢，有这个机会又跟大家见面，对，好久不见大家了。那我知道呢，您今天呢有一个很大的惊喜带给我们观众朋友，是什么呢？是因为我太久没来这个旧金山这边做节目了，所以呢也非常怀念这边的听众。然后呢我们这次呢就给这个观众的朋友带来一个特别大的礼物，就是我们这个现在新推出的年初刚刚开始做的这个代理的这个牌子叫 New Leaf 的 CBD， 那它可以堪称是汉麻油当中的劳斯莱斯。那我们有一个小瓶装的，在官网上的价格呢是卖38.5元，加上税啊运费差不多40多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我想带给我们旧金山的朋友呢，就是你只要花9.99元就可以得到这一瓶正装的5毫升的 New Leaf 的 CBD， 那就请大家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电话号码呢？电话号码是18887891670，或者你们大家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Nina Wang 0831。那么赶快打电话呢，来订购这一瓶小瓶的 New Leaf 的这个产品。但是有一点要说明哈 ，Mina， 因为我们之前做过这样的节目，电话会非常非常的忙碌，就是大家都接不起来，可能都打不进来，打不进来。后来我们是从后台调了所有的电话才开始回拨的，所以如果观众朋友遇到这种情况，耐心等待，我们的销售人员一定会回拨给大家的。但是这个优惠装，就是说有没有限制呢？对，每个人呢就限一瓶，因为这个真的是40块钱一瓶的，那我们就是只需要9.99元，所以我们就每位呢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只限一瓶。这个呢就是为了让你们呢在7到10天之内能够体会到这个汉麻油 CBD 在你身上的神奇功效，然后接着来跟我们回购我们更大瓶的大礼装。哈，那说起了你们还有这个大瓶的哈，是大瓶的是有多大呢？大瓶的就像我们现在展示的这个100毫升的，大概正常人我们可以吃3个月的量，这么一大瓶是100毫升、哦嗯，对对对，而且它的含量非常高，是4850毫克。我们 search 了所有的在 CBD 汉麻油当中的含量呢，这一款是非常高的，而且它有特别显著的不同的特点，是跟市面上的一般的 CBD 汉麻油不一样的。非常好。那这边呢讲了这么久哈，麻烦您介绍一下你们汉普生命科技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呢？好的，汉普生命科技公司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但是也有可能朋友不知道，我们汉普生命科技公司是这个中文投资网旗下的一个全资的子公司，是一个上市公司，我们的股票代号是 CIIX， 那么大家也可以上网查询。那我们这个子公司呢是专注于 CBD 汉麻油的推广和销售，是为了回馈我们广大的华人朋友，让大家知道呢，在美国生活，我们就要享受到美国高端的营养保健品。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对现代人来说，因为生活忙碌，很多人真的需要保健一下了。对，那刚刚呢，就像 Nina 所说的，那今天呢，他带来的优惠呢，就是特价这个 New Leaf 高端 CBD 汉麻油，就是原价呢是38.5元一瓶，加上 shipping， 那现在特价呢才9.99元，但是每人限购一瓶，而且呢，这个9.99元呢，连那个 shipping 要包括在里面，所以等于那就是送给旧金山的观众朋友。那观众朋友记得拿起你们的电话，电话号码呢是18887891670，18887891670，或者大家呢可以微信 Nina Wan 0831 Nina Wan 0831。那这边了就讲起这个汉麻油的功效了，到底有什么功效呢？这个 CBD 汉麻油呢，其实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其实在我们的老祖先就已经发明了，你知道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不对？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其实就有介绍过汉麻油的神奇功效。那在美国本土呢，其实现在 CBD 汉麻油已经被美国的高端的这个主流社会认可，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通过调理人体的中枢神经，像帮助睡眠呀、炎症啊、疼痛啊、免疫力不平衡啊，甚至有一些正在罹患绝症，他们正在做放化疗。
疗的，对他们帮助都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们这方面的这个见证也非常非常的多，客人使用了以后呢，会回馈给我们，比如说有关节炎的呀、睡眠问题呀，还有正在做放化疗的朋友，他们都有很多很多的好的回馈的这个消息给到我们。所以有很好的止痛作用了，止痛、消炎都非常好，而且还也会帮助睡眠嘛。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那说起这个 New Leaf 的这个 CBD， 您之前也介绍过不同的 CBD， 这个特色在哪里呢？这个特色呢，第一呢，我想跟观众朋友说，第一，它是美国本土生产的，大家都非常担心啊，你是一个中国人，是不是卖国内的？不是，这是美国本土生产的。第二一个呢，它是全植物的有机的旱麻提取的，而且它的这个当中呢，没有任何的添加的成分。市面上一般的旱麻油都会添加一些底油，比如说葡萄籽油啊，或者橄榄油，但是这一款的 New Leaf CBD 旱麻油呢，它是一个纯的，是旱麻油和旱麻籽油，所以是非常纯的。再有一个，它整个的提炼过程呢是二氧化碳低温冷萃取的，所以它在整个的提取过程中呢，保证它的原材料呢所有的养分保证到最好。然后再有一个呢，它是经过第三方认证的，大家就更放心更安全。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特点，就是它的玻璃瓶包装是特殊的，它是防止光线的照射对这个养分的破坏，所以就这五个特点呢是市面上一般的旱麻油达不到的。哦，所以我刚刚看这个瓶子是深咖啡色，对，看不到里面，所以这个有就是防止这个阳光直接照进去，对的，所以是会保鲜嘛。对对对、对的。对，那麻烦您再讲一下你们今天的优惠了。好，今天的优惠呢，就是我们这个正装的 New Leaf CBD 是五毫升的比较小的一个瓶子哈，这个呢用量大概7到10天啊，目的就是让有身体一些问题的人呢，他们在这几天之内可以神奇的感受到旱麻油，这个 CBD 旱麻油在他们身体当中的作用。那今天呢，给旧金山的朋友们的优惠就是，这一瓶呢，我们只需要你付一个运费和 handle， 9.99元，这个价值是40元的。那么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就是888-789-1670，或者加我的微信妮娜王0831，你就可以得到。还有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及时接到电话的话呢，请耐心等待，我们一定会在后台调出你的电话，我们会挨个回拨给大家。对，妮娜，因为之前呢，我们在开始录这个节目之前呢，您有提过，上次你们在洛杉矶推出的时候呢，电话都打爆了，很多人打不进来，所以呢，就观众朋友呢，请务必呢，就是耐心，就是一直拨打到你打通为止。那这个电话号码呢是1-888-789-1670，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微信给妮娜，就是妮娜 Wang， NINAWANG 0831。那这个呢，另外呢就是这个价格了，现在呢就原价呢是38.5元，那现在特价呢是9.99元。那我们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妮娜带给我们这么好的消息哈。那我们下个礼拜呢会跟妮娜呢就是继续探讨这个旱麻油的功效。我们现在进入一段广告。